我不着急吧？不着急吧？快点儿！最不自信的可能就打枪，但现在没办法，就把压力都给我了。我会觉得我现在会打，会去射击吗？也不会。那你能找到那个点了之后，剩下要做的就是把你自己的气息调频，然后把手稳住就可以了。现在持戒严呢，我们看到，因为他自己没有完成射击，他去罚圈了。现在刘俊宇马上进入到第二圈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刘俊宇呢，把递给了张恒。漂亮！哇，他迅速追赶前面的选手。陈新爷现在速度非常快，哎，现在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圈，你好，交给他的第二棒邵点点。此时力晨俱乐部的第二棒张恒已经到达了水枪射击点，而且江潮也很沉稳地进入到了打雪球的环节。我加油。一共有30个雪球，要击中目标不容易。打不准，再高点儿。这，喂，哎，好，太难了。李晨队长张恒现在是完成了他的射击，加油，子队加油！啊，我们看到李晨队已经完成了他们的第二棒了。李晨们第三棒是王振威，哇，果然是威武啊！他拖着一条红色的飘带，紧跟着他在身后，我们看到呢，成队江潮不要在这种情况下要保持冷静。雪球是真的很难，因为小时候打雪仗从来没达到过人，然后最后渐渐的找到了一点感觉，觉得那个雪球不能太使劲，因为很轻，还要轻轻的去打。快点，快点！我看看，现在呢，成队也已经进入到了他们最后一棒了啊，他们第四棒是孙博豪。博豪，博豪，登起来！